现在今天这场比赛，蓝色方 LW， 红色方 IMG， 蓝色方先搬先选是先搬掉了 IMG 这边一个很强势的裴擒虎，反手这边 IMG 会搬掉 LW 的，哎，搬了一手马可波罗。针对边路射手，因为这个版本边路射手非常强势。LW 第二班会给谁呢？药还放在外面，边路的药非常强势。或者像 IMG 一样再搬一个射手，因为这个阵容看上去 IMG 应该会想拿一个强势的射手来对线。放出来对 LW 这边不太好，选择搬了一手中单上官婉儿啊，刚出了一个新皮肤，非常骚气，上天是个蝴蝶。 MG 第二班是给到炸弹猫啊， LW对 LW 对 AC 的那场炸弹猫的表现非常抢眼啊。不过这边 LW 第一手是先抢孙策吗？拿一手强势边，或者让孙策去打一个蓝陵野。迟迟不敢选，因为阵容还不是很稳。放在外面的英雄还很多，边路的药也是非常强势。哎，这一边拿出了他们打得非常好的一个公孙离啊。IMG 这边同样的是祭出了一手元歌，元歌也算是一个位置非常多的一个英雄啊，可以走上路抗压，也可以走中单，也可以打野。这边 IMG 边路应该确定是让孙策去打边路， LW 这边是拿了一手药，应该是个惩戒的边路边惩。三楼想拿一个杨玉环吗？杨玉环这个版本其实不是非常强势啊，他的奶量并不如蔡文姬，还是稳了一下，拿了一手打野盘古。MG 第三楼，这手橘右京并不打算带惩戒，那还有打野位吗？准备拿一个双边。再看看，可能会还会换掉技能。还有18秒，这个橘右京究竟会不会选下来？这个版本再拿一手橘右京的话，控制链非常足，是不想拿了，放掉橘右京，对面也不会再去拿这手橘右京，而是给到了东皇太一。对面秀的点很多，要算一个，这个公孙离也算一个，咬到一个是一个。第三班由 ING 先搬， LW 这边的法师还没选，是搬掉了一手张良，避免是这边秀不起来吧，毕竟张良的技能控制也是相当的足啊。而且 LW 这边是没有太多控制技能，法师肯定是会选一些多控制。